这天，办公室里因为近期达成业务目标，正在利用午休时间举办庆祝派对。众人叫了披萨、炸鸡，要好好犒赏自己。因为前阵子已经忙了三天三夜的三更半夜跳舞不要停歇，大家超级开心。不过这狂欢的气氛从眼前这名男子拿了炸鸡后变了调。你要把整桶炸鸡都拿走，有没有礼貌啊？对啊，大家都要吃哎，而且都还没吃饱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就想吃啊，你们想怎样？干嘛啦？哦哟，真荒谬！一桶炸鸡也可以炒得人仰马翻，平常的感情究竟有多么不好？事情演变到现在，刚刚在旁边都一语不发的男子终于说话了。